大妈，您今年高寿了？五个零了，75个零了。七十五了。咱俩差不多。我比你大一岁。我可没您年轻。大一岁，我是76。75，我75，我属牛的。白了吗？我也全白了，白毛了。但是我这两天吧，就是这个老总统，你看这儿发黑了，你看这儿没点黑头发了。通的管事咋着？你为什么早上起来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啊，说说，传授传授经验。你床上躺着以后，像扭扭身子，这么扭啊？要为什么扭呢？让五脏六腑都动会儿，它动会儿都在里头。你看你这么也要动会儿是吧？这么动会儿，你这么躺这么扭，这不演个摇摆机吗？你就这么动，就清晨起来别动味儿。对，然后以后你看下边干嘛？在动的时候呢，就同时俩动作，就还锻炼你的神经。你看动，你看这个动作，你还挠脑袋，你看是不是两个动作呀？啊，对，两个动作以后就是大脑神经让你这么去做，你这不你就健康了吗？那神经也健康，什么老年痴呆什么都能远离。你看这不俩个动，你看这不俩动，这躺床上俩着呢，这不摇晃的吗？对，学会来啊！咱们老人要蜷着腿，别直腿，蜷着腿。开始做不好一个两个，时间长了能做100个。你就开始吧，累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动来动特别累，是吧？一气儿啊，一气儿做100。不是，我都快20年了，我做的。那您这坚持的不错呀。那您这坚持，我跟你说吧，因为不花钱，也不吃药，也不用花你的一分钱，你就这么动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花钱了吗？你得这么想，你别这么花钱去买药去。我一个羊腰片子我都不吃啊！你看，你说，你看，你咕噜咕噜管事，你看这也动上，这也动上，你看哪动了？全身都动，最后连脚腿的都是发热，就躺在床上，躺床上动。热的同时以后开始干嘛？叫龙爪头，这叫，这是一个老中医，我老听的那个龙爪头嘛。不得脑梗，你说脑子就挺健康的，就怎么着这手有时候留点指甲，别不留。你看开始就挠，一只脑子你看这地就上就挠，你看我这全是白的，那个嘛，你看它就是泛黑了吧，就挠，使劲挠，最后我一个大长的我给他们给剃成短的了，那么痛快呀，挠的，挠的，看着这痛快呀，你看挠的多好，就挠挠，你这手是大拇指，一直挠的紧着脑袋发热，有一股热气啊，是吧？这不就血。就循环就开了吗？血液循环，对呀，没错，对。然后又下一个完了之后呢，你觉得热了，就特别热的时候，下边干嘛？耳朵是怎么？是一个人的全息图，脑袋、胳膊、腿、心、五脏、腑全在这耳朵这儿呢。嗯，这是一个小孩儿，这真的是按摩耳朵的，一定使劲揉，啊，使劲揉。这个揉怎么叫腹式呼吸？那得揉多长时间呀？发热。啊，有时候吧，你看你觉得今天脑袋也不舒服，赶紧揉揉耳朵，过去了，这以后血液循环就开了。这就是老年东西，一定要是要说这个招还哎，真是真是，因为这个耳朵吧，是又不花钱又不就是花钱，你耽搁功夫值多少钱？现在咱们这岁数，一睁眼一闭眼，一天一睁眼一闭眼，一睁一不睁眼，一辈子没了。沈阳说的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对，你睁眼早上起来，你看我到现在什么，不起，只要一躺下，一盯早上一宿。到这岁数要是一不起，我一宿都不起，我不起。哦，这个睡眠是万病之源，因为你睡不好觉了，你帕金森那抖什么这个呢，全都是跟你睡眠有关系，这个神经啊得不到休息。对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哪都要休息，你知道吧？你不休息以后，你脑袋瓜得让它休息休息啊，整天让它活动。因为睡眠的时候就是老是不老老思索事，老动着它，它累了。他睡不好，他太累啊，他也让他休息休息。为什么睡觉啊？睡觉就养的这阳，养的那个元气呢。对，就跟那气筒，那没气赶紧打，打完气以后就能走了，上路了。哎，对，道理是一样的，道理一样。但是这个人也是，人其实是一个宇宙体，天有日月星，地有水火风吧。是吧？对，对，人是在中间呢。对，天地管着这人呢。所以说，你好多地方呢，五脏六腑都天都对应了呢。所以说呢，你就在这做这的时候，你看这五脏六腑都对应了呢。五气阴阳五行，明白了吧？你说我说的不就是大道至简？因为他讲了，他大道至简，我写的东西就是大道，但是很简单。